不瞒你们说，我最近老做噩梦，梦见我们四个聚餐，聚着聚着就少了一个。哎，现在果然是应验了，史维聪没过世。只是我没想到这个史维聪对范天天这么情深意重，老樊和菲林加在一起都抵不过一个范天天。是啊，也怪我，我就不该插手他跟范天天的事儿，就不该告诉阿姨，也不该告诉你。怪你干嘛？这件事情谁碰到了都必须说。这史维松以前谈恋爱哪次正正经经的追过别人，都是别人上赶着追他。所以我之前一直以为他是那种和谁凑合过都行的，谁知道这次这么认真。哎，你们两个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没这么严重，这老樊和史维聪之间只是暂时的，就像夫妻两个在一起，床头打架床尾和。什么比喻啊这是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跟史维聪这好的就像夫妻一样，怎么了？我说错了？对不起，抱歉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葛一涵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把你纳入我们的早午餐俱乐部，你第一天就迟到，给我下马威，故意的是不是？好了，对不起，徐丽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原谅我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书城泱泱还在。哎，不对，当我不在。当我是雕塑吧。回来回来，正经点儿。我们刚才正在分析，这老樊和史维聪之间的矛盾。哎，对对对，葛一涵，你也是个男生，你有什么高见？哎，对，说说看。不用听前因后果就能断定，史维聪肯定是有错的。因为他从小到大都在闯祸，他怎么会替别人着想呢？你会不会说话？我想明白了。这事儿还是我错了，我应该多替史维聪着想的。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和林子瑜的事情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我们现在到底在说史维聪闯祸的事，还是说舒晨情归何处的事？我发现以后要是有容易冷场的局，我一定带上你。你真是太会说话了。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樊舒晨，我不管你有什么打算，今天有重要的会议，你必须到场。宣布两项人事任命通知。第一，公司 CEO 一职由樊书晨担任。什么？第二，史维松停职观察，二组暂时由郑琦代替行使总监职责。以上两项即刻生效。余总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没人信，我就不把你跟小陈总私下的事儿向大家一一介绍了。真不知道你的吃相怎么变得这么难看。不过小陈总的事儿一旦核实了，请你即刻离职。魏总，你
一定有误会，对吧？你很水草，等等，蔡如山，我有总部的消息要向你，跟你有关，你最好在场。 总部这么快就把任命发给你了，也好，淑珊，只要有了总部盖章的任命，你成为菲林 CEO， 即可生效。恭喜！总部的任命的确是出来了，但是并不是樊淑珍。什么？鉴于你以往的表现。 总部不敢再把如此重要的人选让您来做决定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菲林不能再因为人事变动而遭受到任何损失了。老于，菲林这段时间的风风雨雨，是不是跟5年前有点太像了？ 你真的以为总部会坐视不理吗？从今天起，由我代理任命菲林 CEO 一职，直到总部做出完整的评估之后，再由正式任命。 余总，您的时间到了，也应该去香港好好休息一下。 总部已经准备好迎接您了，走吧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史维从为什么？小陈总之前支付过石总1笔20万的定金，石总又赠送给小陈总1笔10000元的消费卡，我有理由相信，石总挪用了客户的20万定金。石总之前不是一直缺钱吗？他缺钱就是你怀疑他挪用公款的理由啊？当然不是，但是公司财务的入账明细你总该相信吧？合同签字的流程您总该相信吧？ 如果他要是问心无愧，他为什么一直不签合同？我让于总一查，所有的事儿都明了了。不对，不对，史维松不会做这么糊涂的事情。其实我早点告诉于总也好，免得东窗事发，你们还舍命为他擦屁股，我们谁都救不了石总了。郑琪，你知道史维松不是这样的人。樊总，你可以拿你的身家性命去赌石总不是这样的人，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。